加入芒果 TV 会员，尊享《名侦探学院》第七季正片《超前营业学院普拉斯》。打开芒果 TV APP， 搜“爱拼才会赢”，体验名学专属互动。学者们再次集结，开启新故事。大家是不是也和本兔一样好奇，这次学者们又会迎来怎样的新身份呢？快一起来看看吧！I wanna dance, don't mess me。 啥意思？尊贵的玩家，恭喜你获得无量科技有限游戏游戏类似资格。本次游戏内测将以实景还原的形式进行，祝你玩得开心。需要等待全部玩家到齐方可开启。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无量游戏测试中心。哦，请抽取你的角色卡。那您是？我是本次游戏的主持人。主持人？对。OK。不让抽。啊，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小子想搞我。原来你已经知道了。哇！哎，怎么都这么站着？玩家你好，请抽取本次游戏。对，你这一句话就被别人发现。好，没见过这么帅的 NPC， 主要是。哎呀，不，你应该不有 AI 那种吗？玩家你好，不同风格。嗯，就那种。Yo. What's up, bro? What's up, bro? 为什么早上雨下这么大？越来一会儿越来越大。你是明学雨神。好好好，咱们今天过来干嘛来着？今天来这做两件事。第一点。第一件事。我只做一件事，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啊。三年期已满，请感受重掌龙门。三打二呗，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好，三打二，三打二，三打二，打飞，来来来，待会儿再来一位一挑五，一挑五，应该是一挑五，看看谁来一挑五，再给他挑了他，对，挑了他的鸡眼，是，
给他干废了，直接给他。你看，今天给他把他给给他把把把他给豆给他清了。啊，给他清，给他清豆，给他清豆。虾线，虾线，给他挑虾线，挑了虾线。哟哟，这个人他到底是黑他有点黑队还是白队？陌生啊！哦，怎么了？你这衣服黑队还是白队呢？啊，怎么了？就已经开始分队了。哎，不对不对不对，是你看他是黑白红，他也是黑白红。他俩，好，二比二，哦，三队啊，二比二，二打二打二。哎呀，确实好久好久没见见到敬业了。是的，也就前几周 live show 上看过，是吧？是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哇，太阳雨，哇，好兆头。太阳雨要打好伞哦。太阳雨听说会脑袋上会长那个癞子，会长泡。啊，真的吗？我老跟我说的。欢迎六位玩家。来到无量科技有限公司，请打开你们面前的箱子。哇，尊贵的玩家，恭喜您获得无量科技有限公司游戏的内测资格。本次游戏内测将以实景还原的形式进行，祝您玩得开心。哦，这是那邀请函，邀请函。来来来，分发一下，分发一下。一样的，一样的，一样。根据邀请函的颜色，你们将会自动分成两队。啊，不，这就分好了。绿的，哎，绿的，好，绿的。请各位为自己取一个游戏 ID， 并写在邀请函上。我游戏 ID， 自己写啊。来吧，来，你给。自己写啊。好，谢谢。来，这位。公子，你叫什么？我的比较谦卑，比较悲观一点。我的名字叫悲剧泡人生，生。泡人生，这是一个从小就是还在非主流时期的时候，大家还在飞，我就已经开始比较悲观一点点了。所以就希望今天各位团友们带我一起乐观起来。你叫啥？我叫无敌史黛芬。你叫啥？我王嘉尔本人呢？没有，不，那是我，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在是虚拟。现实生活中是王嘉尔本人。对。道歉，我倒是要道歉吗？不用哈。跪下吧。嘉尔哥能接受，能接受。我叫追风凯少。哇。哇，你是不是致敬一个前辈叫藏爱奇少？哎呀。是藏爱奇少，我长大了。藏爱奇少在我们那个群里都是长老级别的人物，前辈，对，传说。我已经成长了。我其实其他游戏网名就叫起司君，就是那个，但是起司，但现在这个名字叫我只在意有你的消息。哎呦，哦，一句我很喜欢的歌词。哦，你是个舔狗呗。我只在意有你的消息。好了，来，你是UR 啊，你是他的那个王者 ID 叫，别，战绩贼漂亮、啊、哎，我现在战绩真的是可以了，真的还不错，真的还不错，对。但是今天你是，今天你是，就比较低调的一个名字，叫做Shocking。什么玩意？什么玩意？Shocking。啊？我听不清，你大声一点。帅王 King， 帅王 King， 他叫帅王 King。太霸气了！我说实话，哎，涛涛，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最自恋的人？
我一直说我自己多帅的，干嘛的干嘛的。现在认识到这个曹老师，人家是真帅啊。哦，哎，你们，我没事，我叫假帅。那你输了，你赶紧改一个。我不能，我就要追风凯少。以后你是长沙曹文琪。别，北京曹文琪，我曹文琪本人，我曹文琪本人，我改名了，曹文琪本人。曹文琪本人。来，阿波，我在本次游戏当中的玩家昵称叫做玩家昵称。哇哦！哦，你是那个哦，他是那个什么？初始名。对，玩家昵称一般都是那种就是内测玩家才有的那种。玩家昵称。很酷，请各自为本队想一个队名。队名，我们是红色，就是帅。我们的队名就叫做队名。好，也可以。什么？我们叫什么名？啊？叫什么名？他们叫队名，我们叫错名呗。啊？好啊。好，你想，很难想。可以。啊？又可以了？你刚才又笑我。你怎么样都行。质疑我，怀疑我，到理解我，成为我，嗯，好好，我们叫错名，我们叫错名。不是，不，等你们先介绍，你们介绍完以后，我觉得我们队名才，我们的队名才，我们的队名叫队名。好，我们的队名叫错名。好像没什么底气，没什么底气，没什么底气。三二一，名侦探学院要做就做 number one。我再跳裤子要掉，真的是感觉这样可不帅哦，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给我今天给我维持住，必须 King on King。欢迎六位玩家进入游戏，在游戏开始前，请签署你们的保密协议。哦，还有保密协议啊。来来来，感觉有诈，李律先过一下。李律过，没关系，这个签游戏 ID 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哦，是哦。那我们是签本人的名还是游戏 ID 名？当然是游戏 ID。写的游戏 ID。哦，游戏 ID。我没设计我的游戏 ID 的签名，主要是。完了，名字太长了，费劲了。你就，在意，别消息，在意，有你。的消息，好了 ，WZZYYND， 哇 ，OK， 太牛了，看我设计的，现设计，嗯，现设计，不是火星文差评，嗯，不是火星文，哦，哦，火星文输了，不够纯，我祝你们成功吧，我去，这很难评，祝你们成功，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在属于学院小屋的时空里，学长们也迎来了新的一天。本兔发现今天学长们都穿得特别有仪式感，这可让本兔更加好奇了，学长们的这一天又会怎样开启呢？早上好啊。嗯，早上好。早。先吃饭吧。呀。我觉得做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之一就是今天穿了，大家一起穿黑色。为什么呢？我觉得很有仪式感。那我里面穿的太有仪式感了，我红毯都没这么走穿过。难受，缓不过来了。到了，看球。本来大好的希望被绝杀了。
这么难受的吗？那打上加时应该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有机会赢。不是，从落后十分到领先十八，最后几分钟追平了。是为什么啊？十八分谁追的？都是一个人追的吗？人家防守一下上来，然后他就打不进。哦，我感觉我都能预见到那会儿可能要被绝杀，真被绝杀了、啊、不是那个球啊，那比当年库里绝杀雷霆的那个三分，我觉得都悬是吧？防守成天那样了。对啊，我看了刚才那个绝杀的，上热搜了吧应该？不在搜，真上热搜了兄弟。闭上了。明天还有吗，勇士？嗯。打谁啊？活塞。现在是季前吗？还季后？常规赛。嗯。今天要又输了还看吗？明天我就汪汪了。看吧。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元气满满的一天。嗯。叮叮叮叮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学员小五哥。Action！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学员小五 Vlog，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早餐时间。早餐呢吃的非常健康，健康，玉米加鸡蛋加香肠加粥。嗯，唐小周今天不在，他来代替。这是第名侦学院第七届学院小屋最后的一顿早餐了。呀呀呀呀呀！二里，嗯呀。相信大家通过节目已经看到我们这一次学院小屋的装扮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也不带大家转一转了，大家通过节目就可以看到。哥几个今天都穿的特别隆重，有点小仪式感。黄子，我在。今天长沙的天气怎么样？今天长沙的天气多。小七给我拿一下，介绍一下今天的 OOTD。 好，今天的 OOTD， 大衣配皮鞋，里面是西装，非常有仪式感，这是精致的一天。耶，来整两口。这粉儿都没有不辣的吗？这粉儿辣吗？这就算不辣的。阿贵，你今天是心情不美丽，所以你因为肠胃是情绪系统。不是，你现在脾有点旺，说你脾气有点大。他刚才在看那个勇士打掘金吗？然后被绝杀了。那不行。然后我刷到抖音了，说是你要想生气就看勇士球。不是，第四节还剩七分钟的时候领先十八分。还剩七分钟的时候勇士领先十八分。对。那怎么被打没的呢？防守上来了，然后最后打不进，就打都进不了。失误，各种失误。剩三秒钟。谁失误的？你说谁？库里。库里一个传球失误了。然后剩对面剩三秒多，人从后场发球，约基奇从后场运到过中场，直接扔了一个三分。谁防约基奇啊？那个防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贴脸了，就是进，就跟这个赛季东契奇一样。手感来了，2015年2016年那个库里绝杀雷霆的那个，你记得那个三分吗？哦，我记得，对吧？就刚过半场顶着威少的那个，那个，我觉得比那个刚过半场那个。
那就是普罗旺斯那味儿的。嗯。副总上线。